请跟我合掌，请跟我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心顶礼，道间大和尚，皈依佛，愿发菩提心，消灭自私贪心，皈依法，愿深信因果，体证空性，消灭愚痴执着，皈依身，愿修忍辱，行慈悲，消灭嗔恚暴戾心，愿成佛，度众生。好，请放着。我们尊贵的道间大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啊，首先要感谢龙天护法，该下雨下雨，不该下雨不下雨。啊，所以该出太阳就要出，不出太阳就不要出。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世界是随着我们心在转的。啊，如果大家都存好心要做好事，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跟着我们而转。这个就是伟大的佛陀告诉我们的啊，万法唯心造，世界以心为主导，外在的依报的世界随着我们正报而转。所以原来这个世界是我们人共同的思想语言所创造成的，也因为如此，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负了绝对的责任。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真理就是什么呢？没有一个生命是单独存在的，凡是一切生命都是互相有连结、互相依存、互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包括花草树木啊，都负有责任的。一个人生病了，跟我们有关系啊；国家哪里有灾难了，跟我们个人也有绝对的关系。也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心、语言、行为做好，这是我们对世界的责任。诸法无我，这个世界没有永恒单独存在的，只有互相依靠、和合而存在的一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圆满，那首先你的心要圆满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和平与慈悲啊，应该怎么讲呢？有内在的和平才有外在的慈悲啊。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我们希望对啊别人好，我们希望众生离苦，那首先呢，那你就要净化你自己的心啊，消灭不好的、不圆满的那一面。所以有内在的和平，所谓智慧的空性，你才能够显现如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利益众生种种的能力的慈悲心呢。所以要帮助别人，我们就要努力的净化自己。所以佛告诉我们，诸恶莫作，千万不要伤害到其他人或众生，众善奉行，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帮助人或众生。不但如此，还要自净其意。刚刚念到了皈依三宝的目的，叫消灭我们的贪嗔痴。不但要消灭我们的贪嗔痴，要能内心清净，我们的心呢，要保持在一个圆满的菩提心。啊，这种呢，把整个世界众生的责任当作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像《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不要依靠别人，这个世界整个都是你负责的责任。你要为一切生命的痛苦负起绝对的责任，所以要精进的修行，乃至要成佛，才能够帮助一切苦难如母亲的众生离苦得乐。我们是为这个
而发心呢、啊，叫自尽其意啊。所以你所看到的世界，随着你的心在改变了、啊。如果你每天只看到，哎呀，我的身体、我的心呐、啊、我的财产呐、啊，那你就是修小乘法。但是你眼睛一打开，哇，这个世界跟我有关系耶，啊，所以花草树木、地水火风都跟我有关系耶，啊，所以呢，我希望树要长得美啊，啊，希望天气要好啊，所以六道轮回众生都跟我有关系耶。啊，刚刚大家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愿一切轮回众生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个人的心呢、啊，就可以得到那种永远不痛苦的叫无生法忍，而且还升起了一个对其他轮回众生的大悲不退转的心。哇，念阿弥陀佛是念这个的。如果我们都存着这个心呢、啊，啊，这个世界会跟着我们而改变啊。所以刚刚我们大家供养三宝来，我现在希望各位呢，我们虔诚的来感恩呐、啊、佛法僧三宝，我们要为他做供养。来，请各位翻到各位歌本的第三页，好，现在是用观想的，我们要刚刚我们唱的炉香赞，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诸佛现前身，啊，诸佛菩萨。都了解了西遥文，而且现全身了、啊、我们要对诸佛菩萨做最大的供养，做十供啊，不但做供养，还要请龙天护法共享功德。哎呀，不要下雨，不要出大太阳，现在这种太好了。哎呀，我这几天就今天天气最好啊，有的时候太阳太大，大家晒得哎呀发昏了啊，那天到大同很冷的冰了 啊所以太阳大也不行啊，冰也不行啊，那我们就不自在了。哎呀，感谢龙天护法，一切因缘不可思议，所以要请他们也来共享功德，我们要把功德回向给他们。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下施众生啊，啊，我们要办佛教里面最盛大的法会，名扬两利水陆大法会，那还得了啊。水里面的、路上的、空中的一切的众生，我们都要对他慈悲啊！啊，活着的人要得到健康、快乐、消灾延寿；往生的三恶道众生，愿他超度；啊，乃至呢天道的众生，愿他发菩提心啊！所以要做这个最伟大的法会，连续的七天，这是我们教内最庄严、最隆重、最殊胜的法会。所以有这样子的缘起。今天又是弥勒菩萨开光啊，所以我们现在来供养诸佛菩萨。像刚刚各位一合掌，你一念南无常住十方佛，你要马上看到佛哎，啊，你一念佛就现前了。南无常住十方法，哎呀，佛所说的教法，从华严经到法华经，一切的啊经典都现前了。南无常住十方身，一切菩萨、一切出家和尚，我们都要这样来。顶礼归命啊，甚至呢本师释迦牟尼佛都到现场来加持了啊。谁代表三宝本师呢？住持和尚啊，住持正法代表了三宝，代表了本师佛，哎呀，示现给我们看啊，所以一定要不断的顶礼了我们的啊本师，乃至呢我们的师父，然后要对他做最大的供养啊。然后再讲解一下合掌的时候，这一只手代表一切受苦的众生啊，神啊、人啊、地狱、鬼道、畜生道的轮回众生，这一只手代表一切佛，甚至无方佛啊。所以呢，你一合掌的时候呢，你要对一切众生慈悲下化众生，你要对一切佛还要恭敬追求上求佛道，这一合掌呢，这叫悲智双运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哎呀，这是我们合掌的意义啊！那一合掌的时候，一心照十法界，我们的内心呢，要圆满的在这样圆满的菩提心里面啊。一合掌代表我们身口意做十善业。你对别人合掌，告诉对方说：“我不会杀你，我不会偷盗你，我不会邪淫你。”啊，我不会骗你、骂你、对你起贪嗔痴啊，这叫
身口意十善业，要供养对方，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对对方合掌。一合掌的时候呢，哎呀，我愿成佛度你，我要对你呢圆满十波罗蜜啊，啊，圆满这个菩萨道的波罗蜜。当我们一合掌的时候，哦，这边代表苦难的轮回众生，这边代表一切佛，放在你这边代表你自己啊。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合为一体啊！啊，各位听我讲到这边，有没有觉得有点啰嗦啊？这个就是佛法了，不要懒惰，什么事情要透过智慧的关照啊，每一个动作你要看清楚，思考清楚。为什么佛教很喜欢用打坐呢？打坐就叫思维缘起甚深，分分秒秒什么事情你都很注意。所以真实一个修行的人是非常细心的人，一直针掉在哪里他都会知道啊，啊，他不会忘东忘西，他随时清清楚楚，对内心里面清清楚楚，对外在的世界清清楚楚，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讲什么话，做什么都是清清楚楚。这个人要吃辣的，那个人吃不辣的，他都很清楚，啊，为什么？你要缘起的去关心每一个众生。会做生意的人啊，会做老师的人啊，会做医生的人啊，愿做领导的人啊，都要有基本要有这些能力的。啊，你对外在的世界的关心啊，注意很细心。这就是修行人的特点，特别我们出家人处理的世间的这种欲望、金钱、感情、家庭的这种执着占有放下，这不是懒惰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很非常维系的去检查自己的心，在日常生活里面跟自己所研究的佛法的心态有没有相应啊。所以一般来讲，修行人走路不会出声音的啊，然后往快也都很细心的啊，不管做什么，因为他保持在那心的非常维系的阶段里面，对自己也好，对周遭的环境弄得很清楚。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到自己有没有在修行，如果有在修行，你做事的能力，乃至不管你是写字、讲话、处理家庭、处理事业问题，修行一定越来越进步，因为你越来越细心了。啊，细心到你内心的一点点烦恼你都要抓得很清楚，不会让这种无明烦恼而升起，代表哎，你在进步了。啊，你的内心已经够维系了。所以来，首先我们要对诸佛菩萨做供养，十供养，我们只念前面的啊。各位要观想哦，供香哦，你要闻到好香啊，啊，你拿了一个最好的檀香木要供在佛前，你要这样观想啊。现在修学佛法，你一定是个很好的编剧啊，电脑模拟家啊，你一定创造力很强的人，眼睛一闭起来，整个西方极乐世界都在你眼前。那个是我们自己去按照经文去观想的真实的西方极乐世界，你头脑没有很清楚也没办法。所以各位要培养这样子很维系的一个非常维系的习惯啊。所以来我们念的时候，各位要眼睛要观想，哦，哇，哦，灯那个涂油，哇，食物品好多啊，整个上面都是啊，十方三宝龙天护法都在我们左右，我们要对他做供养。来，一起念，来，供香、供花、供灯、供涂油、供果、供茶、供食、供宝、供珠、供衣。哪个念？嗡阿哄，嗡阿哄。嗡啊哄啊，上回来讲过，嗡代表你所共用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清净的，来源清净，本身也清净。啊呢，我们所供的这些香花灯涂果都变成无量无边了啊，这么多。哄呢，我们所供养的东西产生修行的力量，香变成对鼻子有出离心，不再执着香的东西，而且戒律清净。花呢，哎呀，代表眼睛不执着，把最美的供养诸佛菩萨。我眼睛不再贪心，眼睛有出离心啊，而且当愿众生修忍辱啊，外表庄严，又有这样子的慈悲心啊，以花慈悲为因啊，才能够造成菩提果。
各位觉得你要做什么都要加入观想，所以我们为什么供一个花后面还要唱那么久啊？标准还要唱一个赞啊，唱一个赞，这个赞就是一文观，让你慢慢去思考这里面的心然五分界定真香啊，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香，然后这样点起来。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过去说香烟童子也因为这样观想了五分真香而悟到了真常啊，那么鼻子的这样子的清净观照妙难量我瑞霭放祥光，以这样的情况啊，足以来贡献十方诸佛菩萨法中王啊。各位，这是不是编剧啊，演电影啊？佛教就是如此啊啊。所以学佛的人不需要外在的物质，这些欲望他内下也丰富的不得了，丰富的不得了啊，精神宝藏开发内心的宝，丰富的不得了，在他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心灵花园大雄宝殿这么样的庄严啊，内心里面也不会空虚啊。所以各位要学习，这是佛教里面很特殊的啊。然后呢，不但一切清净庄严，我们要做圆满的供养，请翻到第五页右下角有一个不空摩尼供养咒，这个咒我希望各位经常要念，把它背下来。为什么？你念这个咒的时候呢，等于你把整个世间最圆满的这些供品都拿来供养诸佛菩萨。特别各位，你在家里乃至你在公司上班，要上班之前观想诸佛菩萨和尚在面前，对他做大供养，就是念这个咒。念这个咒等于把前面的香花灯烛火茶食宝珠衣，甚至更多的满满如山的供养，在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包括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都接受你的供养啊！你只要会念这个咒，咒的力量不可思议啊！所以来，各位念一次来：嗡阿穆嘎波扎曼拉巴梅班扎拉丹塔格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吽吽阿穆嘎波扎曼拉巴梅班扎拉丹塔格达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拉吽。然后呢，再来我来念，我麻烦各位眼睛闭起来哦，双手合掌，又加了一个名词，这合十叫十供养了啊，做供养了，香花灯烛果茶食宝珠要做供养了。然后呢，哇，整个世界都是最圆满的供养，供养诸佛菩萨。然后你观想，还看到佛，还要看到无量的供养啊，更要看着后面都是无量无边的爸爸妈妈，不管他做猫做狗，你都替他们供养三宝哦。你还有这个对大悲心想观想啊。那我来念咒。嗡阿摩嘎波萨摩那巴咪巴扎那达那格拉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那吽。嗡阿摩嘎波萨摩那巴咪巴扎那达那格拉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那吽。嗡阿摩嘎波萨摩那巴咪巴扎那达那格拉波罗格里萨曼达扎沙那吽。好，请放掌。那希望各位每天早上睡醒，或是到佛前，那你就要自己完成这样子的无上福田的供养啊，我们。身为一个修行人，首先要修福报，那个福田啊，幸福的田嘛。最高的福田是什么？三宝啊！各位，这个世间对你恩最大的是爸爸妈妈。你拿100块给爸爸妈妈用，跟你拿100块给你儿子用，功德差多少，知道吗？爸爸对你有1亿倍的功德，爸爸妈妈，所以你把100块供养爸爸妈妈，你等于种了1亿倍的功德，因为世间第一福田父亲嘛。你把100块就给你儿子用，那不叫福田，那是还债啊！啊，欠人债要高兴啊！啊，那没有福田可言啊，那是一种责任啊！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对你最有恩的是谁呀？哎呀，爸爸妈妈、老师。我们的领导，哎呀，一切的众生都对我们有这么恩，甚至最高的福田呢、啊，哎呀，佛啊，所以佛说，佛经说有三种田啊，第一个恩田，对我们有恩的福田，爸爸妈妈；第二个敬田哦，三宝、老师啊；更重要的悲田，那些可怜的众生呢、啊。哦，我们经常放生，寺庙里面水陆空大法会，寺庙天天放蒙山放施食，啊，我们要帮助众生，
悲田，特别下雨的时候，各位下雨一定要念一个咒啊！为什么？那些孤魂野鬼很可怜的啊！我们人淋到雨湿湿的就算了，拿个雨伞就不会淋雨了。但是那些孤魂野鬼可可怜了，特别咽口鬼，他们平常很想喝水，很想喝水，身体都冒烟了。但是你真的把世间的水洒在他身上，特别雨的时候啊，各位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有人被那个机关枪扫射，啪啪啪啪啪，要打不死了，打死还没事了，打不死了。这雨滴只要落在这些孤魂野鬼的身上，他像火球炸弹一直在他身上，非常的痛苦，变成什么硫酸雨一样啊！那个时候各位要很慈悲，赶快祈求观音菩萨加持，念这个甘露咒。他说我怕一念，等一下就下雨了啊。那甘露咒特别灵，但是你一下雨你就要赶快念，我早上念了很多了。所以这个甘露咒，各位只要像现在地上有雨水保留还湿湿的，你可以念甘露咒，那个水都变成甘露，对他们不但没有伤害还可以喝哎啊。所以我来念一次，各位都会了。前面是大悲咒，那么和那达那多那耶耶，那么阿利耶波罗揭谛娑婆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大智大。嗡嘟林嘟林加嘟林梭哈，所以各位平常就念最底下那个咒心，嗡嘟林嘟林加嘟林梭哈。当在下雨有水的时候，你念这个咒，全部的雨水都变成观音菩萨的大悲甘露，被雨滴淋到的、洒到的车子、地方、人、轨道都身心自在，都消业障。而且这个咒各位一定要背，为什么？你修菩萨道了，第一个。佛经说，你经常念这个咒，你的身体像观音菩萨一样，让别人看到你的身体，他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你身体又特别健康。再来，你的声音，你的声音，谁只要听到你的声音，跟你讲话，都得到无量的加持，连他那个最重的杀死父母的，乃至出家人破众戒的恶业都净除掉。你只要经常念这个咒，这个你的身体跟你的声音呢、啊，都可以利益一切众生，不但自己修业障，还帮助了众生。特别在有水有雨的时候，你念21遍，眼睛所看到的全部的雨水都变成观音菩萨的甘露，去利益众生。哇，这个功德可大了啊！而且对自己呢，帮助很大。大乘佛教殊胜在什么地方？大乘佛教不是要各位修行，大乘佛教只有一个，你只要相信我，你就得解脱啊！你只要相信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有信心，愿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犹在念阿弥陀佛，你将来就成佛，这就是大乘的慈悲啊！但是大乘的菩萨修的是什么？用他的外表，用他的声音，用他的功德力，让别人看到他、听到他、想到他，对方都消业障，而将来成佛。